28日，赵薇深夜晒出一张自拍并配文：夜深人静。美颜镜头加持下的赵薇，一双大眼睛十分抢镜。随后不少粉丝纷纷在评论区中催促其何时拍戏。监制薇，你什么时候变身演员薇呀？薇姐，好期待你的新戏。出道至今，赵薇一步一个脚印，专注于自己的演艺事业。从演员到导演，赵薇都是全身心的投入，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惊喜，不负大家所望。率真的个性和充满活力的形象也使她圈粉无数，也希望她能为我们带来更多更优秀的作品。